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今日是常年期第三主日，我们个人都被召叫参与天主的计划，在今日的福音中记述耶稣召叫门徒，邀请他们放下一切，寻找真理。让我们也反省自己的生活，在短暂的人生中，每天立志跟随基督。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，准备参与即将举行的弥撒圣祭。我主，我们奔赴你前，万众一心乐团圆，以你圣旨为道旗，使我中心成一片，全能神父起听我道，又听神旨的禀告，我们皆祷告颂至今，众口同声是爱慕。大家好，神父好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，今天呢教会也特别庆祝天主圣言主日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被召叫参与天主的计划。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呢，记述耶稣召叫门徒，邀请他们放下一切，寻求真理，让我们也反省自己的生活，在短暂的人生当中，每天立志跟随耶稣。今天的弥撒意象呢，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堂区，特别为因为疫情不能参加弥撒的教友家庭祈祷，也今天为亡者钟殿灵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。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
上帝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指引我们，以言以行呈现你的旨意，使我们因你爱子之名，在生活中以善功结出丰硕的果实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恭读约纳先知书。上主的话再次传给约纳说，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他们宣告我晓谕你的事。约纳便依上主的话起身去了尼尼微。尼尼微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，需要三天的行程。约纳开始进城，行了一天的路程，宣布说还有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尼尼微人便信仰了天主，立即宣布禁食，从大到小都身披苦衣。天主看到尼尼微人所行的事，看到他们离开了自己的邪路，于是怜悯他们，不将已宣布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。上主，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。上主，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度。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，引我进入真理之途。我终日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救我的天主。上主，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。上主，求你记起你的仁慈，因为你的慈爱由恒古以来就常存在。上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和良善纪念我。上主，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。因为上主仁慈又正直，常领迷途者归回正路，引导谦卑者遵守正义，教导善良者走入正途。上主，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。恭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间是短促的，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，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，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，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，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，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婚前欢呼，阿肋路亚，天主的国临近了，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若翰必监禁后，耶稣来到加勒勒亚，宣讲天主的福音，说时期已满，天主的国临近了，你们悔改，信从福音吧。当耶稣沿着加勒勒亚海边行走时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，他们原是渔夫。耶稣向他们说，来跟随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。他们便立刻丢下网跟随了耶稣。耶稣向前行了不远，看见在伯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。耶稣于是立即召叫他们，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在伯德和佣工们撇在船上跟随了耶稣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今年呢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，也是我们的农历年的岁末，所以教会呢在这个历年当中呢，教会今天教宗在2019年就是宣布了一个开启他们的名物的手谕，说教宗呢把常年期第三主日定作天主圣言主日。所以教宗的目的就是呼吁我们教友要特别重视天主的圣言，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。说教会今年是礼仪年，我们在礼仪年当中，以年呢教会让我们反省的是通过马尔谷福音让我们反省耶稣是谁。所以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我想分享三点。所以今天福音马尔谷说，若翰必监禁以后，约翰必监禁以后，耶稣来到了加勒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，宣讲天主的福音。所以讲明了马尔谷说若翰必监禁以后，若翰完成了他的使命。我们都知道若翰是天主的羔羊，若翰是天主的耶稣的前驱，所以他必监禁以后，就是希伯来人说的天主在古时借着预些先知向他的选民说了话，但是在末期借着他的儿子，所以给我们宣讲了天主的圣言。所以今天耶稣开始他的使命，宣传天国的福音。所以耶稣今天讲的第一句话，时期已满，天主国临近了，天国的福音 Good news。 所以耶稣来是当耶稣说天国来临了，临近了，说这句话呢为犹太人呢他们非常清楚，天主的国就是天主的旨意，天主的能力临在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宣讲
在加利利亚宣讲，在他的家乡，我们知道加利利亚不是一个出名的地方，没有出过大先知的地方，所以没有出过什么大事。耶稣从加利利亚开始宣讲天主国的福音，这是一种准备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耶稣要求我们的第一个，你们悔改信从福音。第二个就是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。说读经一呢，以撒约拿先知呢给我们讲到了尼尼微人的悔改。天主派遣约拿先知到尼尼微宣讲。所以尼尼微人呢听了若拿的宣讲，他走了三天，所以约拿这个尼尼微人从大到小开始悔改，说在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所以尼尼微人信仰了天主，立即宣布禁食，说从大到小，从国王到平民，披身披苦衣开始悔改。所以天主看见尼尼微人的所行的事，看到他们离开了他们的邪路，就怜悯他们，不将宣布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说尼尼人的悔改，天主赦免了他们的灾祸。所以今天耶稣要求我们说，信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。说信从福音的一个条件就是你们悔改信从福音。所以第一，读经一呢，尼尼微人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，悔改的榜样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所以今年呢在这个疫情底下，我们要悔改。虽然呢在这个疫情呢为我们是一个挑战，这个事件我们也感觉到一个病毒就打败了我们，那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，要我们悔改归向天主，信从福音，让我们知道天国临近了。也是今天福音的第三部分，就是耶稣召叫门徒。耶稣在加勒勒亚海行走，看见了西满和他的弟弟安德勒，然后说让他们成为仆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。同样再往前走，遇到另外两个兄弟，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，他们同样，耶稣立即召叫他们，他们很爽快地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和用工，跟随了他，跟随了耶稣。所以第三点，让我们要跟随他，跟随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耶稣门徒们呢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，跟随耶稣，很爽快地抛弃一切跟随了耶稣。所以我们各位主里的兄弟姐妹，我们都是受过洗，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，当然我们没有向总统们抛弃一切，但是教会要求我们也做一些牺牲，无论我们做神父的或者做修女的，虽然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，弃舍了，那么跟随了耶稣，那我们跟随耶稣呢要效法总统们，彻底的跟随耶稣，抛下了他们的渔船渔网，他的父亲和用工。所以在这个主日里，所以教会呢希望我们记得天主圣言主日，希望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呢有时间呢多多的看圣经，反省圣经。圣母玛利亚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，所以圣母玛利亚有时候也不明白天主的圣言，所以圣母玛利亚给我们说默存在心，反复思虑。所以祈求天主，特别祈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问我们在生活当中效法他，默存天主的圣言，反复思虑，让我们把天主的圣言生活化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活出天主的圣言，为天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
请大家起立。让我们在天父面前表明我们的信仰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，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，他因圣神有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，他在班阙比拉多治政时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他还要光荣的降来，审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国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复义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共发。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，同享光荣。他曾借先知们发言，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。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天主借圣言教我们认识他的旨意，让我们从而在生活中结出果实，造福身边的人，也为他们和教会的需要祈祷。请为普世教会的牧者祈祷，求主恩赐他们信心坚强，爱主热忱，借着他们的宣讲与服务，感化人们远离邪恶，归依天主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父听我们。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，愿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及互爱日益增强，并且增进与天主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父听我们。请为普世基督徒的合一祈祷，我们彼此都因圣山之名受洗，成为天主的家人。但愿各宗派均致力忠诚于福音，彼此增进交流与合作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父听我们。请为疫情祈祷，在疫情的暴风雨中，求主将平安放在世人当中，让人们在恐惧中看见天主的灵在，心中充满盼望。我们也恳切求主治愈患者，守护医护人员，控制疫情不再扩散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父听我们。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，为个人的需要向天父祈祷。求主按照他的圣意福音我们，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父听我们。天主父，我们在你的圣子内蒙召，感谢你，求你按你的意愿必成我们的祈求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当将一生交给你，天父，更将一生献生命之粮。
赞美。敢将一生交给你，三主你曾引导我，正当我惊慌迷路，你叫我勇往跟随你，我却不顾。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天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共同奉献的这个圣祭。万善主，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仁慈的上主，求你悦纳我们的献礼，使他圣化我们，并成为我们得救的因由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善主。请大家感谢主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。我们知道你以自己的神能原作我们可朽坏的人性，借此显示你无上的光荣。你的圣子取了人性，成为我们可朽坏人性的良月。为此，我们可朽的人性便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救恩之泉。为此，借着基督，天使敬拜你，并在你面前永远欢欣踊跃。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同声歌颂，不停地欢呼。神神神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，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，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。你已高举他，使他坐在你的右边，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爱牺牲。”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请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”
信得的奥迹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祭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主教多摩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神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同贞永父玛利亚、圣母的金辉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见了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，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里，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唱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心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诉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请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其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不是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在基督内互作平安。主面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主面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。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，
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试验的人是有福的。林祖勇，你们瞻仰他要喜形于色，你们的面容绝不会羞愧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天主，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宠，分享了你的生命，请你使我们常着以这恩宠为莫大的光荣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请大家一起诵念圣明尔总领天使祈祷文及这个月的金句。圣明尔总领天使，请在抗争的日子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。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，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、引诱人灵、使其上网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到地狱里去。阿们。上主，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撒母耳记上三章第十节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。愿上主降福你们，保护你们。阿们。愿上主的慈光光照你们，仁慈地对待你们。阿们。愿上主垂顾你们，赐你们平安。阿们。愿全能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
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们都是基督中徒，多么光荣！我们敬重跟随基督，宣扬福音。我的口号不怕吃苦，心和祈祷。我的